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将六个呢不同的红球了，三个不同的白球，全部任意的哈分给三个小朋友，那一个人呢拿三个，因为总共有九个球嘛，九除以三的话就三个，就一个人的话哈，这个会拿三个球。那么他们说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白球的机会，那这个事件呢，我叫 A 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哈来看这个样本空间的个数，我就说哈，这个的话等于是九个球，随便呢分给三个人，那是什么呢？现在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也是不同的啦，哦，这有三个人，三个人看着三个箱子，哦，三个箱子是不同的。那我现在呢有九个球嘛，我就选三个哈，放入第一个箱子，哦，给第一个小朋友，哦，随便取。然后呢，剩下多少？剩下六个，六个呢，我拿三个给第二个小朋友。然后呢，剩下三个，这三个的话哈，给呢这个呢第一个小朋友。那这个是那个所有的状况数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他说每一个小朋友的话哈，都各有一个。那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白色的，哦，那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白色的，啊，当然每一个小朋友两个呢红色的。好，那我先花白色的，哦，就是说我三个白色的先取一个，给第一个小朋友，剩下两个呢白色的，给第二个小朋友，剩下一个白色的，给第三个小朋友，这个上就是排列了，我就 P 三取三了，这上是三阶乘，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哈六个红球，六个红球的话哈，我先拿两个给第一个小朋友，再什么呢？剩下四个，再拿两个给第二个小朋友，剩下两个给第三个小朋友，这是 A 事件哈，它的状况数。那这个多少？这是六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六乘五哈，二乘一，这是十五，哦，这是十五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六了，哦，啊，这是一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等于，这个是等于，PA 哈，这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九取三。九取三了哈，这是八十四，这八十四，啊，乘以六取三，六取三，这是二十，啊，再乘以一，啊，对了，这个是六乘十五，再乘六，再乘一，好，现在给它约分，那这个可以约掉六，六一六哈。六一六，六四二十四，那五五三十五，五四二十，啊，再约分，二三得六，二得四，哦，十四乘以二就是二十八，二十八分多少？三三得九，所以答案是二十八分之九。